大家好，我是琉璃啊。这一视频分享一个让人无语的 bug。那今天凌晨的暴雪不是上线了训练场吗？所以琉璃第一时间就进去测了一堆的机制。因为我呢这个赛季法师玩的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几个机制的测试就几乎全部都是在训练场内完成的。然后测试完毕之后，我视频不是发出来了吗？有人在下面回复说，法师的法瞳加鲜血变身加摇曳之步，他在野外能正常的触发减 CD 啊。我寻思我在训练场里是不能刷这个的，然后我上线再去训练场里试了试，发现确实还是不能刷。但是呢，我跑到野外去，哎，我发现穿怪是可以正常捡大招冷却的。就考虑到训练场这玩意它头前写的是个地下城啊，我怀疑是不是这个 bug 啊，它是专属于地下城的。所以呢，我又专门开了一个地下城去测试，然后发现啊，果然地下城内这个组合就没有办法刷大招了。所以说呢，暴雪给我们的训练场实际上提供的就是一组地下城属性的木桩，一些野外的机制啊，还有 bug 啊，你用它们是测不出来的。而且这个木桩它甚至没有统计功能啊，感觉就是玩家说我们要木桩，暴雪就真的只给了几个木桩出来，这种 bug 也只有暴雪会出了啊，我真的是服了。